你好，我是 Agent Nova， 欢迎你来找我订阅 Unify 哦。首先呢，我要跟你拿你的住户地址，还有你的商户地址其中一个，检查或者查阅你的区域有没有覆盖网络，就要跟着以下的步骤。记得哦，不是全部的地址都有 Unify， 所以我必须要查一个一个地址先。第二，我需要 login 进去 Unify Partner Portal website 来查你的地址。个人或家庭的注册 Unify 和 Streamix 的详细信息是全员根据 IC 号码、手提号码、电子邮件、地址的全名、安装地址和配套适用。所需文件如下：正面和背面的身份证照片。常见错误有：名称后面没有 IC， 请确保放置 bin 而不是 b， 确保放置 bin d 而不是 bd， AAL AP 等问题。谢谢。好了，再次在下一集中看到你，谢谢。